直播间2000块现金红包，现在只有5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送的多中奖概率就大啊！还有最后2分钟，全军出击！没有啊。我们打个维恩，难过，我不想打维恩，我的筷子掉了，这怎么办？等会儿啊，我调东西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人老搞偷袭。谢谢跟随宝哥能中奖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6的中奖概率。你现在有多狂，一会儿你就有多亡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用你在这压我啊！沉默，不行，这根本就打不了的。哎呦！压的这么恶心，人就算了，还干咳。现在是1/8的中奖概率啊，还有1分钟就开奖了。最后1分钟，8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每个人都是一架飞机啊！目前10个人了啊！谢谢全世界最好的渣男。感谢一起学小博，大家有大气可以来点大气，可以送点大气。好难抠的啊！这都抠不着，我属实是有点想不到。给我月塔杀他来！还 A 我！啊，他有那啥呀，他有屏障啊，为什么这阿木木不来港可呀？天，咱们玩个维恩就无限让人港可，人家玩个维恩这别人一直港可头痛。先出皮孩吧，见吧搂搜的真恶心。谢谢凉皮儿加羊肉泡馍。
还差三个大气啊！你他娘的！一口给你闷了，这把一技能就点一级吧。左 W 的副 Q。人类智力上就有瑕疵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来个什么呢？我也来个推推棒吧。这只能来推推棒了。顺便我们蓝不太够用，我觉得我出个水晶瓶。这唯一连药都不出，一会儿我们就随便耗他。哎，这有个小条，是这个条就是他我能吃的条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真大呀！沉默，平 A 起飞，我打了。哎呀，可太难受了，太恶心人了。这怎么还14-4了呢？别让人五个 ADC 再给你赢喽！我告诉你啊 ，W 减速再 Q 啊！你那虫子怎么 W 再减速的呢？我这咋不带呢？难道你是信月会员？你别管死人。回家，下边再来杀。永霜就算了吧，我决定这把可以来个西地海，你们觉得呢？但是差点钱呢，哎呀，我这刀没补好，刀要补好了就好了。沉默啊，来秀
哎呀，这扣没中，可太难受了。这把来个西地还，我们西地越快越好。铁板鞋呀、啊，也行。铁板鞋，我们既右又有虚区，哎，可以。犀利还容易被放风筝。人类智商就有瑕疵。哎，没个玩意儿。上路塔还没了，哎，我这头都大了，真的阿木木，我这头都大了呀。你看看人家的赶客效率，你再瞅瞅你的赶客效率。真难呐！道德是内在的。二马过来呀！好铁！我咬！好铁！还追！把他们家后路给他断了，起飞，沉默，再起飞，群臣，致命点燃，再起飞，一以下，沉默，一以下，我来了一波夫妻联动。咋这么幼呢？这塞纳呀，好幼的塞纳呀！我干打不动，打不动！天哪，这塞纳这真是幼啊！盾弓为恩，把红打了的。往下走吧，上路不去了。哎，就杀一个也不行啊。关键还是没伤害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把就得艾克能起来行。下件装备来个啥呢？先来本小鬼书吧。
六层小兵不吃，我现在还有空吃小兵吗？我哪有空吃小兵啊？守中塔，救一下，给我挡一下。这还不打，摸摸上去舔。哎呦我去，狂风之力。哎，这扣给你放的，这艾克，我的天哪，别往上上了，一枪把你崩了。那阿木木不是放大了吗？那五个 ADC 为什么打不死呢？伤害在哪里？哎，这跑的这个快呀，太难受了，这杀不了人呢。这人类今生就有瑕疵。卢仙有水银了，操了！我们家要这种阵容还能给他打输了，我真是佩服了，都真的。多么好个阵容！不行，先避战吧，先别打了。靠你们了，下路我来。哎，我看能不能把下塔拔了。不行了，这得回家了，这卢仙上高地了。高地如果掉就难玩了啊！一定不能让对面把高地推了。嗯，高地是不能掉的。小龙可以要。这卢仙并没有出什么盾弓之类的装备，还是很好秒的。先杀他们家近子，沉默，起飞，闪现沉默，一下，哇操，这都没死，这续期也太低了。
上路找他来。回家鬼叔。刚有人说我不放 Q， 肯定得有人说我不放 Q。 这个卢仙不跟你一样，你知道吧，他不是傻子，兄弟，这个卢仙他是有走位的。如果刚才我直接放 Q， 他给我走位掉了，很有可能我们会被他玩死。好色沉默起飞点燃吃起飞沉默，我的天哪，那虚区我刚才能 A 到他，我肯定是 A 他，但我没想到这 A 没有打得死，伤害有点低。放 Q 风走位，放 Q 不是风走位，放 Q 是让我自己不动他一秒钟。这把这沙漏得要一手了。40秒一个大，还行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，没了！等啥呢？快往上舔呐！快点去呀！沉默。我养着这个维恩。推推棒起飞，你来，哦，漂亮，我这把首先我们说的是不玩出右的大虫子，其次我在这把的定位不是一个右，阿木木已经充当一个前排的作用了，我们需要是虚区高一点。我们家艾克没伤害，耗着没伤害，一开始我不可能说是我，哎，我还出右，那我们家一点伤害也没有，一个人也打不死呢，对面来一个美甲窃魂卷吧，我觉得等人。哎，起飞，先咬死蓝枪，致命点燃，起飞，打小龙。nice 耗着打大龙，对面的阵容就不可能能赢，你知道吧，他们家越往后打越低的，越往后打越低的，这是一定的啊。
只要这艾克有装备，这薅着有装备，这只基本上是随便打。哎呦我操，你别死了。让我咬死他！我们马上16级，我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有多大！变大！2500。把这药卖了吧，把沙漏出了。我大不大？我回去守那卢仙，我守塔。你去上路，我来守他，没关系。他怎么传上路去了？去溜一手，先溜一手。我们薅着没在呀，我们薅着。哎呦，漂亮！沙维恩，中推。好慢啊，跑得真慢，还是太大了，不要了，没吃完，再给我来个肉丸吧。完了，没咬死，哎呀！你很骚啊，兄弟！啊，你还以为这是前15分钟吗？我起飞，再起飞，啊！这艾克真不怕死啊，兄弟，你咋那么不怕死呢？这你都敢继续 A 他，是因为我这么大给了你勇气是不是？也确实，我太大了。小龙得要啊，下路先推了吧，对面不玩了吧，5个ADC 还想赢，赢个屁，真装逼呀，这维恩啊，这维恩不过我确实打不过他，他打人确实有点疼。